公子想清楚了，当真不久。我当初就没找钱九九过解药，谁都没有回头路可走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阿喜，你不要说了，送客。 阿奇，你醒了，你之前不是好些了吗？怎么又这样了？阿奇，我一定会为你找最好的大夫，用最好的药，咱们一起把病治好。你小子，阿奇有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拿水来。 公子，桑小姐这病。 和前九当时的描述一样，应该是和包里的毒药毒性发作了。公子想清楚了，当真不久。我当时就没找前九要过解药，谁都没有回头路可走。提莫，把桑琪病中的消息尽量散布出去。既然我们找不到燕云芝，那就不好好撒好网，让他乖乖来找我们。 对不起，实在无药可医。